大家好，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。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我叫做喇叭。然后，今天这活动呢，是我们那个每个礼拜第一个非正式演出。就是刚刚大家在门口看到一个黑板，然后那其实是报名。今天就是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个舞台，就是上台唱歌的话，就可以到黑板，就是填写你的名字。目前应该是一位，没关系，不用担心看不到，就是人家唱歌。我们铁花村也是有很多卧虎藏龙。好，那其实我就今天这个活动就比较算是非，就是比较。是非正式的演出，对，因为其实就是比较轻松啊，不像我们可能周五、周六会有售票场次啊，就是会邀请到很多，可能有些是很有名气的，或是一些创作的歌手，像其实11月21号啊，陈升也会来到铁花村。那如果说各位或是各位的朋友啊，如果刚好有在台东的话，可以来听陈升的演出。有第一次来到铁花村的吗？哦，这么几乎哎，是从今天刚到。今天第一次来台东吗？还是铁花？铁花村。今天第一次到，然后我懂了，我刚还在想，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当主持人。其实主持人也是 有准备一些歌要给大家听，然后如果大家还有停留的话，欢迎7号来看我的演出，在铁花村，我准备很多很好听的歌要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不用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，就不用买门票，今天就是到铁花吧台购买一杯饮料就可以了，对，非常的简单，也非常的轻松，100元就可以看表演，哦耶！好，那主持人接下来要唱几首歌给大家听。好，第一首歌是来自也曾经来过铁花村的，他叫做葛洛丽，很奇怪的名字。她也是一个创作才女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爱爱曼哈顿》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Exist everywhere. Oh my.
会是一个充满未知数，因为通常我们会透过唱作俱佳会会发现到许多新的声音，所以我就是如果说在唱作俱佳如果遇到不错的，也不是说不错，就是就觉得他的表演很棒，我就会邀请他来铁花村的，就是上铁花村的正式舞台。对，然后其实曾经有许多就是比较有知名的人也有来过，可能就是来看表演，刚好就是巧遇到唱作俱佳，就是也有上来唱几首歌这样。那其实我们唱作俱佳有一个社团，就是脸书的社团叫做唱作俱佳认识一下，就是如果说对这个节目非常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搜寻一下，那就是加入一下，就会有许多资讯都会在那个社团里面。